有一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，突然间想要喝点酒，便打电话给一个朋友，约他一起喝酒。朋友一本正经的讲，我现在加入个一个非常强大的教，等一下要参加一个盛大的教会活动。我好奇地问，是个什么样的教啊，这么虔诚？他的朋友回答，睡觉。真的，我加入了最盛大的一个宗教团体，就是睡觉。